往年在我们的前三名里面，中餐餐饮厨艺啊都揽破前三名。今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他们展现，尤其是老师刚刚去拿圣旨去了，还要颁旨。罗老师超浪的，每天在那边抄那个锅子，我们还要抄吗？罗老师有没有来？刚刚到北去秦府去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我们全中村最凶的老师，罗老师，你看他的面无表情。中山班你们老师有没有人带你们啊？有哈、哦，很凶对不对？哎，不要不好意思讲话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。Thank you.
简直不可思议啊，非常让人赏心悦目。